在座的大兄大姐吼，大家好。后壁这两点钟的时间呢，我来介绍我这几年来的创作，甲大家分享。其实我从事这个较本土吼的音乐的创作，其实已经将近30年。陆陆续续，甲一档其实有400+首的作品吼，有真济拢还未制作。最近我有一个专辑要进行，但是进行了无真顺利。当然这内底有一寡原因伫咧吼，上面就是讲，找无真好的歌手吼，因为即个制作有要求较悬吼，歌一定要下人唱。当然嘛，真感谢这个主办单位呢，我有迄个机会，吼、哦，即摆上已经来第3摆、第4摆款吼。咱所知影，台湾的这个运动呢，愈来愈歹做，吼、哦。过去当然有迄个空间啦，吼、哦。过去戒严时代，禁止言论，禁止的思想，啥物也啥袂使，吼、哦。总统毋是咱选出来，吼、哦。国民大会。哦，政治拢毋是毋免经过选举，吼、哦，占绝大多数，伫巩固一个独裁政权，迄是过去单。但迄个时阵，其实运动较好做，尤其即个运动上歹做，就是讲无人做，开始要做，拄开始要做，迄些上艰难。我所知即马民政府伫做即个工作，就是讲，过去无人捌做，吼、哦，为台湾要找一条生路，吼、哦，因为有真济方式，但是看咧拢无成功。当然，平生我有甲即个主办人吼，就小可讲一下吼，伊有相当的即、這个伊的理论基础啦，吼、哦，徛伫国际化的观点，要为台湾找出一条生路，可能用即个方向才是对的。你方向若毋对吼、哦，你伫遐。奋斗伫遐咧拍拼，结果迄个结论毋是你想要买，所以有当下即个方向嘛真重要。身为台湾的一份子，我当然是任何人、任何方式，我拢袂去呾反对啦吼。毕竟有人要做，遮个人拢值得尊重。我真简单来讲，我是一个音乐人，我就是用音乐的创作，将我的心声。来表现出来安尼尔，所以这两点钟时间，我可能渐渐，这几年来，我所做的物件，甲大家分享安尼。最近呢，咱有看到一张相片，感动相当的多人吼，看足感动的，就是一个阿姨的妈妈用一条花布吼，阿姨伊妈妈。感足多人，干了一张相片，感动有够多人诶。就是讲，细汉诶时阵，当然即卖少年那可能毋知啥物叫做爱情啦。那差不多干咱这年代吼，我是上年纪足清楚，较早增加时代去做事啦，就是爱呢吼，拢爱伫后壁用个爱情爱掉了去做事吼。当然，我咪讲就讲，妈妈是实际上也是真伟大啦吼，从细汉出世。在你幼稚，细汉伊也无嫌吵，也无嫌艰苦，就是安尼一步一步，但勇气甲会晓行咯大汉。但是是大人有一天呢，也嘛会老啦吼、哦。有一天可能伊就无法度行咯。做人是世人，当这个时阵，咱回报，这是真真正正吼、哦。所以迄个相片互咱遮感动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头一首要介绍的是跟妈妈有关系，吼、哦！我唔是因为看到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电视伫报道，带来写这条，我唔是，是我进前就捌写吼，但是拢无发表，所以我甲大家分享叫阿母的爱金啦，爱金，一条旧旧的爱金。牵起阿母请阮的故事，行落去做一工，爱阮落田，
阿母毋捌化忝化艰苦，孤孤单单日日夜夜，对细汉爱阮爱到会晓行，无限的温情，绵绵的爱，大汉才知阿母的伟大。哦，当中我抄起雕刻，先用起手去来，吼、哦，当作一个开始安尼。阿母的眼睛。
着破破的爱情，爱情，爱情，一条破破的爱情，爱情，爱情。哦，这个好。因为昨暗吼，睏了无好吼，所以今仔日那个精神不介好。因为吼，临时通知我，通知我来啦。本来是讲啊，这礼拜呢可能那敢那无排哦。啊，临时找我通知，啊，同意我讲再歇十点至十二点吼，我惊付袂着。啊，昨暗吼，可能是惊讲睏了过头，因为我唔捌遐早起来。啊，所以。电灯煞睏了无好，所以才听吼，过那有真大，吼、哦。我一日就来介绍我这几年来吼，哦，写的物件。第二首呢，啊，我想要来介绍。当然这个，我每首曲其实拢后边拢有一个故事，啊，这拢真正的故事。下面我要介绍这首呢，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呢，二十几年。唔捌见面啦吼，因为我较早住伫树那，啊尾仔搬走呢，啊我朋友喊我即线索总断去，足足住二十几年无见面啦。啊有一届一日场合呢，看到我，叫看到，足欢喜就走来找我。伊讲老师好，你即摆到底是走去就失踪去啊吼，伊讲二十几年无看到。啊伊叫做阿多啊。阿多啊，伊本身是北投人，哦，阿多啊，因其实家庭经济真好啦，虽然爸爸妈妈吼，老未少产业互伊，但是直接说说讲到一个人知名吼，咱哩网站阁有希望，是够叫听到对正歹势吼，啊，既然讲落去啊吼，因为我拄啊无去考虑这个问题啦吼，啊，跟少年会较怕啦吼，啊。有那人有那慷慨，囥钱拢分掉去个款，含婚姻煞破裂啦。啊，当然尾下有人在引出去信主啦吼，囥有那一段时间，吼囥，吼那个经过咪着忧郁症，也是心情无好。啊，尾下有人在引出去信主，啊尾下改变真济吼，伊过去嘛食薰嘛拢改掉吼，算讲改变真济。啊，当然有信主、有信仰的人呢，哦，伊的思维各方面真会改变，啊，人也长少年吼、哦。啊，是倒讲过有些首诗呢，啊，因为内底有一位会友呢，是单亲啦，啊，是其实我听你讲伊伫育伊啦，哦，单亲啦，啊，有些首诗要互伊安尼啦，啊，讲看我会当啊谱曲袂，哦，所以这些曲是伫讲即个单亲吼。哦叫做女人四十啦，吼、哦，一人请客，确实真孤单。三顿歹过，我嘛甘愿承担。欢喜看客，一年一年大。照镜才知头毛已经出白线。有人讲伊对阮有心肝，信心拢无的我是真惊。人讲女人四十。那花敢有影？女人四十已经心头疼，只有祈祷上帝赐阮有情兄，莫阁再予阮感情第二摆输赢吼。所以这秘书那敢那结婚吼，那敢来跋筊嘞吼。啊，所以讲伊讲头一摆可能是跋输筊的款，所以第二遍袂使阁吼，第二摆吼，予伊伫安那想伫跋安尼啦。所以一面我就来介绍一首《女人四十》。啊，其实这个曲呢吼，本来我原底概念吼是有小寡悲伤的味啦。啊，但是我感觉即摆人吼听安尼味吼有较沉重，啊，所以我改变唱法吼较轻快吼，较袂迄个精神负担遐大安尼啦。所以我用这个巴萨诺瓦迄款的节奏吼，啊，来甲大家分享。请客确实真孤单，
信心拢无会外死真惊。如愿，欢喜看镜，一年一年大，笑囝才知头毛已经出白山。有人讲伊对阮有心肝，信心拢无会外死真惊。女人四十，哪会敢有影？女人四十，已经心头定。祈祷上帝，想思有情兄，感情莫搁予我第二摆输赢。兄弟，想思有情兄，感情莫搁予我第二摆输赢。兄弟，相思有情兄，感情莫搁予我第二摆输赢。这个女人四十了 ，OK， 好。本身吼，迄声也袂起呢，那敢若听起来声，那个还搁咧困呐。吼，因为吼，困实在是困了无好吼，所以在咧唱吼，那那个不接搭。啊，下面我想要来另外介绍一首呢，就是讲，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啊，伊是这个李宗鹏教授。还是我就是。这首作品呢，我感觉写得非常好吼。迄是伫写家己爸爸啦吼。即个李宗鹏教授呢，有九个兄弟姊妹，啊，伊是煞尾。啊，过去伫农村呢，因爸爸拢带迄个煞尾吼。这是以后呢，拢带去高级兵的实行区啦。啊，因爸爸呢，其实无读啥物册，吼、哦，啊，但一世人拢劳动。啊，已经怀念因爸爸，就讲因爸爸那个一生拢也无享受着啦，吼、哦，拢伫付出安尼。所以写这首诗叫做《迄面汤水》。啊，当然这迄面汤水呢，是伫讲白景情啦，吼、哦。一面汤的井水。是每天暗头啊，咱约定的所在。迄面桶的水
咱做为洗面、柔身躯、甲洗脚，迄面桶的水有你操落去干，嘛有你对阮的疼。一面桶的清水，佮看到你的形影，点点啊无声的形影。这面桶的水是思念的目屎，真思念的目屎。这面桶的水找无梦中的干。找无你对阮的疼吼，像这是你写家己的诗大人啦吼。点点无声的形影。
这面汤的水是思念的目屎，真思念的目屎。这面汤的水找无梦中的歌，找无你对句的听。好，多谢。我想到对，唱到对了吼，因为今仔那个，迄个情绪那个一直停袂落来吼。有人咧唱歌吼，迄个情绪甲感觉真重要。有当时迄个情绪若无，其实伫唱歌唱来真艰苦。下面呢，我想要来介绍吼，另外一首曲，这是这个台南市乡吼，蓝淑珍老师所写一首诗啦吼。伊伫讲即个台湾吼，伫讲即个乌面腊八。那所以咱即个乌面腊八呢，伊是每年吼拢有来到咱即个台南下哦，吼去过迄个所在，伊是一款的候鸟。啊，即款的鸟呢，全世界可能差不多一千只左右，目前吼，哦大概差不多一千只左右。当然我感觉伊这首诗写得真好啦，叫乌面腊八吼。腊八面乌乌。脚长长，来到七股的田园，唔知恁家是住偌尼啊远，唔知北方是偌尼啊冷酸酸。故乡的田园已经趴远，出外讨食心酸酸。唔知外乡人情有偌长，唔知啥人会来相借问。徛伫南塘看四方，海鲜鱼虾满水长，恁的照顾。嘛真杂种，只是袂当消阮满腹的心闷。毋望南风透万灯，带阮回家门。当然，即款的候鸟呢，是讲吼，咱来好好来听受保护。因若无好好听受保护，像较早几年前吼，若来到台拢毒死群啊只，吼、就是讲过去因为无去注意个物件。我所知影最近即几年啊呢。咱的政府有在重视这个物件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啦吼。就讲有当啊，你课程内底像七股，还是教科书内底哦，就是讲有这款的鸟哦，咱爱好好去听些保护。因为你起码你若阁无好好去听些呢，有一天咱的后一代更看袂到这款的鸟吼、哦。所以下面我来介绍一首《乌面腊八》。腊八，腊八面乌乌，脚长长，来到七股的田园，不知恁家是住偌远，不知北方是偌呢啊冷酸酸。故乡的山峦已经打远，自我讨食心酸酸，不知外乡人情有偌长，不知啥人会来相借问。行伫南塘看四方。海鲜鱼虾满水长，恁的照顾嘛真杂种，只是袂当惜阮满腹心阮回家门。
七股的田园，不知恁家是多远，不知北方是外呢冷酸酸，故乡的田园已经芳。心酸酸，不知我乡人情有多长，不知什么人会来相照问。徛在南庄看夕阳，海鲜鱼虾满嘴长。嘛真杂乱，只是袂当消阮满腹心闷。望南风透万丈，带阮回家
山脉，白云来作伴，花蕊开遍满山岭。海鸟的叫声，亲像土地的呼唤，声声钻入阮心肝。爱朋友的灯塔，阮的心永远坚定向你这，这是阮的美丽故永远坚定向你这，这是阮的美丽故家。但是呢，吼，我那留一挂时间甲大家互动吼，我那大家，我嘛要听大家发一挂看法甲意见啦，吼，也是头建议嘛是会使啦，啊嘛是也是谈一挂甲台湾有关系代志，大家嘛当留我讨论者，所以最后的半点钟吼，我再留甲大家有一个互动的时间。啊，下面呢，我来介绍这首以后呢，吼，咱暂时先休困十分钟吼，好不？咱先休困十分钟啦。啊，我下面我们来介绍这首呢，好啦，我来拍戏哦。我来写有写一条吼，给阿扁总统的歌啦。那时候咱阿扁总统呢，最近的身体状况无好啦。啊，看这个状况呢，那敢那马英九无必要放吼，无必要特赦吼，规发展来看起来是安尼啦。因为这个民意的这个力量无完全展示出来吼，所以伊无可能得放，吼，这是我的判断啦。这首呢是受难的时阵，我有去土城去看吼。写一条歌叫《落雨的秋天》吼。落雨的秋天，风雨的暗暝，孤单一人徛伫窗口边，看无外面月亮天星。茫雾的暗暝，亲人只有梦中三句。分袂清窗内秋外霜冷的秋天，长夜的雨水犹原落袂离。夜窗声哭开眠，加添阮心内伤悲。往事一幕一幕浮出阮的脑海里，这是阮伤心的记忆。放松的日子，吼、哦，今年一年过了又一年，四季变换，等待春天。暗淡的日色陪阮到清天，冷风又搁阵阵吹起，月亮远远挂伫天边，闪烁的天星亲像妈妈你，暗暗啊目屎亲像雨水，呼唤声响四边，深情一句一句来表示，一声一句一句来自阮的乡里，期待阮早日回乡团圆。哦，这个其实我伫写阿扁总统的一条歌啦，吼。落雨的秋天，
落叶的秋天，风雨的暗暝，孤单一人徛在窗口边，看无外面月亮天星。像我酸冷的秋天，长夜雨水犹原落袂离，也窗声哭开眠，加添阮心内的伤悲，往事一幕一幕浮出脑海。这是阮伤心的记忆，夜色陪阮到深更，冷风又阵阵吹起，月亮远远挂伫天边，闪烁的天星亲像妈妈你，暗暗目屎亲像雨水。欢声响四边，亲情一句一句来表示，一声一声伊来自乡里，期待早日回乡团圆。就要调整一下吼，咱暂时先休十分钟嘛吼，好 ，OK， 好。